许的风吹不散我心头的苦，但是你的纠结终于摆脱了屈辱，这到底还是先抑后扬的套路。屏幕显示现在是零下一度，结了冰的路就像我坎坷的命途，细数我这一生还不如寒风拔苦，用力戴帽的动作像是无能狂怒，心事怕内藏不足，想说的话口出书。昨天上网看见的三个字幕，原来是为我今天生活写的目录，发出去的消息迟迟的不到回复，心情在瞬间荡到低谷，后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懊恼早晨不该向他迁怒。对照着他的聊天记录完成购物，几百块换几公斤重复，莫非我上辈子专只是为赋，这一世继承的良心叫做苦楚。家里的零食柜已经空荡荡，点开外卖配送时间未免也太长，想要自己开火奈何厨艺是硬伤，躺下吧别再试图去反抗。匆匆进门意料外昏暗模样，在外冻结的情绪又生出了慌张，难道这么久他还没把愤怒淡忘，如果再不满意我也只能喊投降。心事怕内藏不足，想说的话口出书。昨天上网看见的三个字幕，原来是为我今天生活写的目录，老板临时给的文件有很多错误，只能接受强加的忙碌。传来熟悉的脚步，漂浮的不安就在此着陆。喝到常买的咖啡滴过去再叮嘱，吻他脸颊温暖的皮肤，想徒步太久终于放下包袱。